我要出发啦！现在是洛杉矶时间的凌晨5:30，我们在赶6点钟的飞机。我昨天晚上几乎没有睡觉，所以这就告诉大家，早赶赶早班机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踏上清晨的早班机，顶着巨大的眼袋，就这样即将去一个我最爱的地方，没有之一。这里和中国相差12个小时，和洛杉矶差3个小时。这里常年温度在19度到32度之间。这里有我热爱的大海、快乐的人民和绝美的景色。这里就是美国的最南端 Key West。重新来。蓝中带绿的大海，危险的海风，风格各异的店铺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海明威故居的清凉，六指猫咪的慵懒，组成了对 Key West 琐碎印象。How to pronounce it? Tarpon. Yes. Tarpon. Yes. Tarpon. Tarpon. Okay.Hey, come on here. You got it?在这里的每一天，经历的所有瞬间，我都会和你一一分享。而现在，就让我告诉你 Key West 给我的初印象。Key West 位于美国的东南，也可以算是美国最南端的岛屿。刚刚驾车进入1号公路，就已经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蓝。美国国家1号公路是贯穿美国最古老的公路之一，从最南端的 Key West 一直延伸到与加拿大边境相接的缅因州。即将行驶的这一段是从迈阿密南边的大礁岛到 Key West， 全程约4个小时，连接佛罗里达岛链的近100座小岛，有全世界最美丽的跨海公路之称。如果你想来这里，我最建议的旅行方式就是自驾，因为一路的风景会让你难以忘怀。这一路上最著名的景点就是七英里大桥，这里就是最著名的七英里桥。最开始知道七英里桥呢，还是在施瓦辛格的电影《真实的谎言》里面。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但是片中在断桥前的那个惊险的一幕啊，依然是记忆犹新。七里桥呢，是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最南端佛罗里达群岛，它呢是在连接众多群岛的42座桥里边呢最长的一座桥，长度呢约7英里（括号大概是6.79英里），如果是我没有记错的话。那么桥的两边呢，一边呢是墨西哥湾，而另一边呢就是大西洋。在我们驶在七英里桥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旁边呢有一个非常破旧的，但是跟它平行的一座桥，那个呢是旧的七里桥。那座桥呢是建造于1910年，然后在1912年建成，但是在1935年呢就遭到飓风的损坏了。而在1960年的时候啊，就被飓风损坏的比较严重。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通车的这座桥呢，是在1979年开始建造的，并且啊，在1982年大概是建成。所以啊，现在这条路呢，是我们从迈阿密一路往南开，经过 Key West 的必经之路。七里桥，我来了。茫茫大海上，两座桥相互依偎，一直向前延伸到无尽处的海角天涯。在这个公路的尽头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Key West。 Welcome to the Key West。
West， 有人叫做西郊岛，又称日落之乡。这里是美国的天涯海角，有蓝中带绿的大海，危险的海风，南法小镇风格的建筑，白色栅栏，绿植缠绕，风格各异的店铺。著名作家海明威曾在这里度过人生最重要的时刻。同时，这里还有世界闻名的日落之境。这里就是 Key West 的马洛里广场。每一天的傍晚时分呢，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庆典仪式，叫做日落庆典 （Sunset Celebration）。下午的时候呢，人们都会从各地来到这边，来占据一个绝佳的位置，观看这里绝美的夕阳。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在 Key West 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了。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游人，看着街头艺人的表演，也可以喝着一杯鸡尾酒，听着各自的人生故事。这里有浓浓的人情味，还有那种萍水相逢的温情。我相信这应该就是旅行的魅力所在吧。等待日落的同时，可以欣赏这里的日落庆典 Sunset Celebration， 也就是很多街头艺人的表演。很多游客都会聚集在此地，等待太阳没入墨西哥湾的那一刻。整片天空被染成多层次的橘光，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驶过几艘扬帆的船，如同一幅大师级的静物画，美得令人舍不得眨眼。柔和的光抚摸着每一寸肌肤，将人包裹在一片金色之中。在大自然天然的滤镜下，整个世界都如同新生婴儿一般自带圣光，所有的压力和烦恼此时都被阳光所融化，同泛黄世界一点点随风而渐远。日落仿佛是一个故事的开始，又或是一个故事的未完待续，而我们在 Key West 旅行也是刚刚开始。